近日由墨尔本上海会举办的2016纸上生花剪绘天下李守白海派艺术澳洲行在墨尔本祥会所举行发布会。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副总领事黄国斌、墨尔本上海会会长周国华等参加了本次发布会。发布会上，周国华先生首先致辞，他提到墨尔本上海会非常荣幸能够将李守白先生的画展引进澳洲，这对于两国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随后黄国斌副总领事发表讲话，他说道，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文化之都，非常适合文化之间的交流，我们非常欢迎更多的艺术家们走出国门与我们进行艺术的交流活动。随后李守白先生向现场的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并介绍了画作背后的故事。发布会上，李守白先生现场作画，为墨尔本上海会以及副总领事黄国斌先生献上了自己的作品。